你们都玩过，那 3D 的库卡贴纸机你们玩过吗？就是这款灵动创想的三丽鸥 3D 贴纸机，它是有36个配件，两种不同的玩法，库卡和立体贴纸，每一种玩法都有详细的制作介绍，还在等什么？快来一起打开它吧。梦幻的水晶球造型真是让人爱不释手，上面是有一个大大的蝴蝶结，哇，还有爱心彩钻呢，抽屉是可以打开的哦，亮片小彩珠，还有三张咕卡贴纸，有我最爱的酷乐米和玉兔狗，这么多总有一款是你喜欢的。我们先来试试这个 3D 立体贴纸的玩法，三种不同图案自由选择，我选择这个花朵形状的，先将背纸撕下来，打开第一层的抽屉，将这里打开掀起，将选择的图案放进去，注意背胶是在上面的哦，选择自己喜欢的装饰亮片和彩珠，我放一点彩珠吧。底盘的贴纸当然选我最爱的库洛米，将有图案的一面朝下放入，放回去，向下按压水晶球，看，这就做出来了，是不是很可爱？波卡盘也是有三种不同的形状选择，我们选一个爱心型，选择自己喜欢的图案吧，可爱的 Kitty 猫，将顶部的水晶球逆时针旋转就可以取下来了，做好的咕卡放上去，再顺时针旋转一下，看是不是很漂亮。接下来我们制作一个五角星图案的，这次我选择的是亮片，五角星图案我选择帕恰狗，依然是图案朝下放进去，按动水晶球，看第二个也做好了，在按动水晶球的同时，里面的咕卡居然还可以旋转，太酷了，一起来制作属于自己的立体贴纸吧。